家好，我是华哥哈。疫情的原因，现在选狗的养殖户家选比较难，知道吧？挨家挨户的跑。这面哈，我们到这个养殖户家里的血统的，他是蓝牛，他家里蓝牛哈，有三窝。来，我们粉丝要选一个，来我们看一下。来来来，我们看哈，这是挑出来的，你看这个公的漂亮，牛逼了。没有白胸哈，这个没有白胸，高端体的。然后再看看那两个母的，这个也是公的，尾巴都是内螺丝，看漂亮，挺牛逼哈。那个是母里边的，那个八角物的，现在在养殖户家里。看这头板都非常牛逼哈，看一下，都非常漂亮，非常牛逼哈。他家里还有恶霸，恶霸犬，他这是住的地方啊，随便带的几个。然后他的犬舍，其他的狗狗都在犬舍那边，这面只是简单的几个该出窝的放到这面的，看到没有？这面还有几个，看到没有？咦，看多牛逼，多漂亮哈！看一下，啊，这面还有两个，这是两窝的哈，这是两窝的，看到没有，家人们？看这是两窝的，然后咱刚才挑的那几个带走哈。呀，这边是大狗，哎呦，这个养殖户他怎么说呢？这个准备现在养殖户他都不想喂了，知道不？不挣钱，现在养法牛特别不挣钱。啊，这边哈，这边还有一窝呢，看一下。咦，这是老母狗啊，这是老母狗，啊，这头板非常牛逼啊。啊，这边还有一个大的，哟，这个疫苗齐全了，这是三个月的，看这个是三个月的，看到没有？三个月的。疫苗齐全的，看到没有？疫苗齐全的。这面还有，他家里还有，这面还有几个喂了几个恶霸呢，看到没有？好几个恶霸。行，哎呀，这是犬舍里面的哈，我们看的这是小型的犬舍一个，然后他大的犬舍在后面，离这里有，现在疫情的原因他过不去。啊，评论区留言吧，家人们。来了来了，你看哈，打包发货。看一下，现在我们在路上等那个通用墨的车过来哈，再给他打包发货。这蓝牛，看这个去新疆，发到那个，这是北京的哈，蓝眼睛，超短体的，非常漂亮，非常牛逼。看一下，膘肥体壮的，膘肥体壮的，看到没有？评论区留言，家人们，还有两个哈，这两个也是去新疆的，等一下也给他穿上衣服，看一下。都非常牛逼啊，你成功拿下三个蓝牛，成功拿下三个，都是全部内螺丝啊，头板一刀切，看到没有，家人们？好了，评论区留言。